桂林人捧起着白沙屯妈祖的神尊，为主本寺的人光桥换来到八人光的这顶神桥。一路三甲东行的后人三匹马，也登去家己的神桥，准备回宫。三月二六早起八点外，白沙屯进乡的队伍来到苗栗通霄秋木园，进行换桥的仪式。这个乐高跟他一起回来，跟着来一起看他怎么换轿这样。看到妈祖很高兴，很兴奋。为着来奔妈祖的道宝庇，超过180,000香灯卡来到这个所在。在这里啊，有一个所谓的抢头香的仪式。那白沙屯的抢头香，它其实并没有所谓抢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啊，等于是拜头香哦。下晡时啊，队伍来到庙前，开始放炮迎接女神回来。届时一到，队伍冲入来，准时2:35入来到正殿内底。这些人捧着白沙屯妈祖的金身，正式进入神龛安座。白沙屯妈祖九日八暝进香，来回大约400公里，超过180,000香灯卡，顺利地预定的时间完成这边的进香行程，也虔诚的恳求妈祖一切拢会当平安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